好，妞妞，一会儿见。大家好，我是郑云龙，我现在正在去见我一个好朋友的路上。我和妞妞已经认识很久了，之前在友邦嘉年华的后台，我跟他约定找一个暑假好好的陪他玩一次。现在我就要去实现我的暑期之约。友邦天使心的故事始于2015年，友邦与关爱身心障碍儿童艾奇尔及其家人的社会福利组织天使心家族一同携手设立友邦保险天使心公益项目。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友邦天使心积极提倡父母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温暖陪伴身心障碍儿童家庭。2019年，我成为了友邦天使心公益大使。从这一年开始，我与艾奇尔家庭有了直接的接触。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一种积极面对生活的力量。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呼吁身边越来越多的人改变眼光，用爱和微笑去理解和接纳这些特别的孩子，让他们的父母更加安心地将孩子带出小家，融入社会大家庭。今天我要去跟牛牛打篮球，好久不见了，我不知道他长高了没有。牛，大龙哥哥，长高了。最近有学习什么新技能吗？打篮球吗？啊？打篮球。遇到天使心之前挺绝望的，有蛮多困难，没有方法，又很焦虑很着急，又感觉孩子我不知道怎么去带。遇到天使心之后吧，学习到了方法，尤其是对我们家长学到了方法，跟孩子怎样去带他，去教他更有耐心。